欢迎大家收看《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是 Mike。我们还是照例来看一下昨天市场的情况。那澳洲股市在昨天非常奇迹般的实现了一个四连涨，而且呢也是继续创下过去2年以来的新高。虽然昨天澳洲的权重股澳洲电信是下跌了7.5%，但是呢，在银行和矿业双重的支撑之下，澳洲大盘呢依然最终是实现了上涨。那中国方面呢，并没有持续周二的上涨啊。那么在昨天啊，是再一次本周的话呢，中国股市可以说是一上一下啊，一天涨一天跌，昨天也不例外。在周二上涨之后，昨天呢是跌回去了。上海方面下跌幅度为0.4%，深圳呢跌幅为0.6%。那欧洲方面继续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这个德国有轻微的上涨之外，法国和英国呢分别是有轻微的下跌啊。美国指数呢，三大指数昨天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但是幅度呢也都控制在0.3%以内。那在其他方面，黄金价格继续上涨，而且已经涨得爆表了啊！在2天之前我们说到的呢，关键价格1263得到突破之后，黄金价格目前已经冲到了1280附近。那石油价格呢，目前稳定在$53左右啊。在今天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的呢，就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啊，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是很骨感。我记得这个特朗普呢，在他当选之前呢，他一直说美元的加息速度太慢了啊。但是从昨天晚上特朗普发表的他的推特啊，以及他的讲话来看的话呢，又说希望美元不要像现在这样这么强势啊。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的确，我们知道从去年的11月大选获胜以来啊，美元几乎是一路直线在上涨啊。虽然在今年3月份加息会议之后的一两周有短暂的下跌，但是之后呢，在两周之后再一次开始了上涨啊。那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告诉我们美元在长期，也就是从现在到未来的9到12个月之内，依然会保持一个长期的上涨啊。那即便是中途有短暂的回调或下跌，但是最终本质上也无法改变由于美元连续加息所带来的价值升高。那么特朗普呢，他是一个商人出身，我们知道，而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不可能不知道啊，由于美元如果涨得太快的话，势必在国际贸易中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我们知道，在像其他国家在不断印钱、货币在贬值的时候，增加他们的出口竞争力，而美元如果是一味走强、上升得太快，那么所有美国出产的产品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会大打折扣。而特朗普自从他当选之后，所有颁布的政策绝大部分都是要花钱的啊，比如说扩大军力啊，比如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减税啊，都是要花钱出去。那么他哪里来这么多钱呢？毫无疑问的是呢，在面对经济发展的时候，他还是要不得不低头啊。我们知道，一个人否定自己之前的言论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对于一个70多岁的美国总统来说啊，他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现在又是上了人生的巅峰，你要让他自己打脸，说我之前说错了啊，这个不到万不得已情况下，他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么现在既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说，他不希望美元走得那么强，还希望美联储主席能够连任，这就说明呢，从美国的本身利益出发，目前美元走势呢是稍微快了一些。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一些隐含的意义，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是两码事啊。美国政府呢是希望美元不要上涨的那么快啊，希望呢能够稍稍的慢一些啊。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即便是他有阻拦啊，有言语上的这个言论的观点，但是呢，总体上永远不可能，不能说永远吧，至少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是不会改变美联储呢将对于美元再有至少2次的加息啊。所以说，长期来看，美元依旧会上涨。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另外的话题呢，就是呢，很多时候啊，这个很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我们的客户也好，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就是呢，在金融市场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机会，很容易赚钱啊。那其实呢，
大家会觉得这么多的机会，那是不是啊越多越好啊？每一个机会都投一点，我不是能赚的更多啊？是不是我赚的更多，我越成功呢？那对于这种疑问，或者说对于这种应该说是不正确的观点，我在今天要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咱们知道这个金融市场里面或者金融行业里面，它的确有很多的机会啊。你说这个每一天啊，不同的产品有涨有跌啊，几万种产品自然就有几万种甚至于超过这个数目的机会。但是是不是每一种机会都可以帮你带来盈利呢？如果我们排除掉那些小道消息或者老鼠仓，真凭实据在市场中盈利，可以说不到50%啊，甚至于呢远远要低于这个数。大家可能觉得你不是涨就是跌，那么至少我有一半的几率吧？不是这样的。如果就单一的事情来说，你的确只有50%的几率能够获胜，能够猜对。但是如果连续两个啊投资产品你都要猜对，那可就是如果你都是猜的话，那就是50%再乘以50%，就只有25%了。如果你能够连续猜对10个，那我劝你还不如去买彩票啊。所以说呢，在长期的时候啊，大家有个观念就觉得在金融市场里面啊我很容易赚钱，可以赚很多钱。我身边某某某啊，就去年股票赚了1倍啊。这个认识的朋友呢，去年又不是去年了，上个月也赚了1倍。可惜人家跟你说赚了1倍，并没有告诉你他的本金是多少。你说1000块钱赚1倍到2000，并不是很难的事儿。你如果要100万赚到200万，在金融市场里面就已经相当困难了。那你如果说是1亿赚到2亿，去靠投资来进行的话，那我想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们说呢，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预期是和你投入的资金相对应的。假设你投入的只是几百块、1000块钱这样的小的尝试，那么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投资预期回报设定在50%甚至100%都可以。但是一旦我们数字上去了，资金量上去之后，10万、100万、1000万，对于这样的级别来说，长期设定一个合理的回报值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就西方主要的那些啊特别牛的高手，包括了巴菲特，包括了其他那些对冲基金的高手，他们平均每年的回报率也仅仅是在15%至40%之间啊，甚至还会亏损。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的目标希望每年能够翻倍，最好明年能够啊成为千万富翁，这是非常不实际的。所以在成为一个合理的投资者之前，你要首先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范围。因此在我看来，对于超过10000以上的投资金额来说，设定在预期回报值年均15%至30%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范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呢丢掉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尽量呢是以合理的回报去长期的运作我们的这个投资交易。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产品，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的是美国油，有就是美国清原油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底到现在呢，几乎是20天，美国油在即使是在30分钟这么低级别的一个图上都没有出现过一个下跌信号啊。而且昨天呢摸了154之后啊，按理说第一次是冲不上的啊，它非常正常的在54碰了一下就下来了，而且现在呢也没有掉破30分钟的通道线。所以对于美国油，今天我们可以非常大胆的把这个设定的买入价设定在昨天晚上的最高点，再向上大约是2毛钱至3毛钱的范围。我们有可能相信呢，它可能在第二次甚至于第三次冲锋之后依然会啊失败。但是它一旦冲破了这个54的阻力，我们相信未来呢它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啊。那至于反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在稍微保守一些的话呢，可以设定在这个通道线以下，大约是52.9块钱附近啊，甚至于再往下1到2毛钱也可以。但如果我们以长期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往下设定，可以考虑51.9块甚至于51块钱都可以考虑。但是从现在53块钱的角度来看，
可能呢这个52.9是我们目前短期来看最近的一个卖出机会。那最后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在晚上的12点钟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再到12:30是加元啊，加拿大央行的讲话。所以今天晚上呢，加元的变化应该来说是比较大的啊。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啊。由于明天周五和下周一都是啊复活节，因此呢，我们的节目会暂停2天，到下周二正式恢复。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周二再见。